吴俊逸今天第一次挑战用长筷子吃东西。刚好录下来了。那你吃你的锅贴，这个锅贴这么漂亮，哇，这个锅贴很漂亮。你想喝喜事？啊，怎么锅贴流鼻涕啊？酱油啊？吴俊逸吃锅贴，哇，今天吃第二个就说他吃饱了。在睡觉那就不想吃了，不想吃。吃的太多饼干了。那个饼干是爸爸买来下午肚子饿的时候吃的，结果你给我吃光光。那一起吃，那你要吃晚餐啊，你现在你要吃锅贴啊。哇，你的鼻子怎么变黑色的？